黄点红，蓄意照喻人士请注意，此乃行人通道，请你将所属物品搬离，以免造成阻塞。否则根据香港法例第132章自由落场地规则，康文署将对你作出驱赶或检控。蓄意照喻人士请注意，此乃行人通道，请你将所属物品搬离，以免造成阻塞。否则Thank you.
我不知